直接锤了。我怕这只被玩死，就是。他现在不喜欢拿球红车玩，他现在机器太慢。嗨，老鱼。然后小鱼就他们就走了。那靠自己哦，我有。不行啊。很难打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球进来就好了、欸。那时候不行啊，没有，我只是想锤人而已。嗯。有球有补吗？我、哦、快死了。60。反正你到左边一点好了。来，你在这里。你太早放了吧。没关系啦。被整个吸干的莫影。要不然就是要 D 吧，可是 D 吧已经被偷袭了，他只能挡球。D 吧被洗脚的啊。啊，我死了。D 吧只能挡球而已。反正你在那边没有站点哦。我知道啊，四只冲进来、欸，拜托。玩这么强啊！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意外。对。刚出来就结束了，那工作就死了。哎、欸，有加字。你们。哦哦，好。好。哎、欸，我想冲去前方了。没有，我玩和尚给你冲进去好了啦。哎呦，交给你们了。混蛋！慢慢来。哎呀，我被吸死了！沉下去之后，你继续，我继续。天呢？作弊了！啊！哎、欸，是啊，为什么没中到星星？哎、欸，炸弹鼠，他们有一个换炸弹鼠的，星星。骨头夹。新梅他全亡。嗯，他们受不了换。大莫伊那边真的很强势啊。那、啊、继续，我们这个木柱喂喂，碎啦！真的很久没拿这只出来玩，因为不适合的。我金木鸡在打去哪里啊？这关哦，这关我的，就觉得这很适合。全部小美吗？要一两只补啊！我继续。那我继续拔地啊！那你就是变完了。要对面再是一对莫伊，不行，对面对莫伊很不妙。嗯，继续就先继续，我之后再看他们什么角色再换啊。大家跑跳没有比较快？他们从左那个楼上。那个去哪了？有壁垒啊，应该是壁垒吧。哎呀，拳王。对可以的，不行。哎，炸弹组在哪？哦，在那。三个壁垒。
丢高哦、喔！三只壁雷，那个下来要补得下来哦、喔。他是路人，你出来，没事没事。我这有补吧？壁雷差一滴。哎、欸，吴权，你去走。不行不行，刚刚有一只壁雷快死了，就要一直打了。星星打不动壁雷啊，这吃亏的。他们三只壁雷。这是真实的威力。你们撑着点儿。太近了，太近了。看他小。后面还有。对啊。壁雷在点。对。我看到。太多壁雷。三只壁雷啊。三安鼠往楼上跑了。除非你们就是一人专心抓一只壁雷，就是、一人一只壁雷啊。可是好像也很。我要走了，不好意思。要架起来，去的！哎，哎，拜！八点先生，有要想办法把那三只壁给点。怎么猜啊？除非就是有办法顺杀他们的、啊，要就是顺杀他们。顺杀。嗯。顺杀。要不然就是可以自补的人。死神不错啊，死神。哦不会。快来打我！这只是快过来哦，好，它里面可以很开大。反正只是大大，你可能击大有点难而已。要开大了吗？点内哦。好，我先在点内说嘛，是不是很合理？进来吗？傻眼！你就是一个别人进不来，自己家人自己家的也进不来。反正我你，然后两只壁雷在里面打掉就好了。哦，那个三杀，太爽了吧？不是，我刚刚说小美那个啦，大家都别进来啊！有个跑掉，不然你可以三杀。马上臣服，不行，死掉还是入套。太久了，8800是24%，那100%就是8×4=32，32,000，差不多。你就看我们在换多少角色了。嗯，至少知道莫伊怎么打了。B G 吗？B G 啊，不然就麦卡利直接啊，不过麦卡利要等闪光弹。闪到右道才可以死。
哦，知道那个造型了啦，金色造型，新美塔的。造型真丑。造型真丑。好，点训练中心下去了。好。那新美塔有几个能干的？有啊，那个好像科技感那个什么的，绿洲城。嗯，我选那个绿洲城那个应该还不错干。为什么他不攻击？谁？机器人啊，为什么他不攻击？他被强化反而不攻击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他平常打要有手臂的，是不是？被强化就直接摆烂了，没有。他被强化之后，好像手臂就不见了。哇塞！还不然，当然也让他死掉先嘛。他死掉之后重生会不会？有手臂出来，那什么时候手臂会不会长出来？感觉有点恐怖。没有哎、欸，欸、不是这个的不会攻击、欸，为啥？之前不是会吗？一般情况下会啊，肯定被强化会不会就不知道。没有没有，他复活之后还是没有手，还是没有手。对啊，他第一个给我这个哎、欸。啊，请问要哪一只呢？等我一下。这样子，我怎么看？有强迫症，谁离开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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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没人离开了。K E V E N 不是紫色吗？紫色啊，可是紫色还在啊。哦，那应该是你训练场的时候那个。哦，好，为了强迫症，所以我决定了要左右平衡位移。左右平衡。攻啥啊？打英文啊？啊，因为我也看不懂啊，就他妈的。他看得懂啊。看得懂啊，我看得懂啊。讲啥？没有关门呀。啊，你可以叫那个 Joker 翻译。谁要出去？哇，两个被击掉了。这对面是夺命女。前面对面有要推车吗？一个是个声音。四只三只夺命。三夺三补。那他们不用推车啦，差不多就换了啦。他要叫谁？那个夺命在二楼，有个夺命在上面。不能有这被躲啊！是啊是啊，哪里啊？我、哦、这里啊。他刚刚有个在后面。我们灌好灌满了，好可怕，好可怕。他们三个夺命，一个莫伊，一个慈悲，一个那。哎呀！哇哦！哇哦！哎、欸！
法拉换法拉，对他们换法拉。吃我补包。等一下，不对，他弹会弹回来，哭啊！不对，他往天上了。那大家可以吗？可以。专业对空。啊？为什么还敢玩安娜？他们剩下两只安娜。啊，不对，两只夺命错。有麦卡蒂哦。躲得过我的双眼。他夺命在哪？家里耶。那那法拉在哪兒？对。法拉换了。哎、欸，没有，他要输。法拉在二楼。被爆头，这个就。法拉飞过去了。还是法拉？法拉死一只。他们夺命剩一只了。他们夺命剩一只，两只法拉。哦，没有法拉换掉了，换成那个原氏。还敢玩原氏、啊？还原氏？原氏更惨吧？原氏你肯定敢玩？原氏，对不起，不是。他有开格挡吗？我好奇。哇！因为他有开格挡吗？笑一下。有，可是。那个夺命很可怜，你知道，一下两个球上去找他。闭了闭了，不是。来一个，哎，他们出两个塔了。我看有人要死。往楼上丢那个球。欸、他们又上去了。他换死神。换死神没比较好啊。没有，提醒一下。我们太瘦小了，他们也不好哎、欸。他们有出炸弹鼠，他们法拉一个放炸，一个换炸弹鼠，一个换。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开大，你知道吗？哦呦，死神楼上。反正只要把他们堵在前门就好了，他们推不了车。后面。哎呦！小心夺命啊！吴邪总撞钱。我想说，我已经走出去了，然后我就按着 W， 然后他看手机，然后又撞壁了。前面那只。哇！七六到左边。七六，然后为什么每次有时候按技能不出来呀、啊？好烦哦！颜值也没很高啊，不出来就是不出来。你们是不是不太会打夺命？我怎么看他们一拳都被举掉？不是啊，下面有死神啊，啊上面夺命啊。可是不是走那条路可以走。可是还在他前面诱导说我们人还在这啊。安娜在战车。死神。你在前面开，我在后面开。我刚想说我没看错，对不对？在楼上。好，让鲍勃做事。三鼠在大鼠楼下。当时人在二楼啊，你们小心。
那个二楼左边有一只大只，是大只吗？我也不确定。死神带人二楼。去我自己注意一下啊，他准备开他，他准备开影，开位移哦。他开大了。坐台都去我的扣一下，干撞到车子。撞车了。物理性质的撞车。哎，上不去，可恶。他用手要死，先我决定，还是玩这套好了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我吵架子了，对。你们自己补血一下啊。出来点，出来点！你们是谁？哦，好。我还是我应该会当主输出。嗯，我知道，我求救那个。我补的话，我看情况。我看到有人，我才补。夺命！夺命二了。需要的话。怎么办？好，夺命死。有人开大就灌他，就补就对了。好啦，好死，好、啊。他法基本上他一直在打人啊。他死七八。嗯。我觉得是那个死神的海来。三杀，我也三杀哎。没关系。哎、欸，大大的。只是应该有蹭到，我至少蹭了三杀。就是你们要重置按啊，你跟。你们再开一个。哈哈哈！再次。老板，聊天是那个韩文留言的你家、啊，这个吗？就那个，反正只有你看不懂的那一个。真的，莫伊玩很爽哎、欸，这个吗？不是啦，下面啦，有个韩文的，还是封锁十五分钟。韩文，我在点，你知道这多难点吗？你知道这有多难点吗？很彻底的。哇操！什么？哇操是什么？我先开箱了。他讲那句话。哎、欸，好，那你们先开箱。那句话三个字。我 disco， disco。右下角吗 ？Disco， disco。这个是冰糖呢？什么喷漆啊，那么亮？都看完香香了吗？好、啊，我就点下去了。啊！两四分钟玩莫伊是不是？莫伊很好玩的、啊。我也很烦啊，我也很烦啊，好吧，大家都一起挤歪了。你太快了吧！大家确定没开错吧？把你防守还是攻击呢？攻击的努巴你。哇，全网。巴巴拉威。这台湾我觉得很好，只是就是这个模式，我跟我就选一只拳王出去就回来了。为什么对面选什么？因为对面是西梅塔。好的好。一出去看到你。不行，我不能选安娜，选安娜就补不了你们了，所以我决定。拳王只能慈悲护梦一郎啊，没得选。你这是很难。巴蒂也可以呀、啊。巴蒂也可以啊。你要瞄到我们打那个球，除非打地板，不要打。那个球是抛物的呢。还好啊，也不到算抛物，只是你要准度够一点会比较好打。就他的准都是看他下面那个的、啊，下面那个点啊。嗯、
啊，那我莫伊啦，只是可能会补不太来就是了。你就一直开狙在后面打就好，只要除非有莫伊到你后面，那就换角了。好吧，为什么拳王要变 1.4 秒了？太久了。还是我要慈悲好了。1.4 秒。右键啊，距离最大还要 1.4， 太久了。已经不用那么久的。高正勇先停一下。干嘛？好像没有烧鸡糖哦。好的。嗯。可是好像有炸弹鼠吧？炸弹鼠还好啦。有后台。我表示我没有人可以飞，我只能跟一个残牙塔。炮台三只啊！喜欢很难拆炮台，小心他太落后，我要来。